来自扬声大师萨南达信息。关于变革的加速，深入内在并崛起。通灵，大卫·斯特莱尔。亲爱的地球儿女们，我是萨南达。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，我来到了你们身边。我的心灵朋友，我们正处于一个紧张和犹豫的时期。我们正处于一个混乱的时代，潜伏着各种冲突和威胁。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不断提出问题的时代。他屏住呼吸，他知道事情即将发生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火药桶就在那里，一点小事就很容易引发大祸。风一吹，就能推翻一切。水能泛滥，能淹没万物，而且平流层可能会再次被所谓的可怕的致病病毒淹没。所以你会告诉我，但是萨南达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一切？提高对这些情况的认识有什么好处呢？呼吸，我的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这一点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件的潜力，并且我观察到仍然存在的多米诺骨牌，而且它们确实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倒下。许多这样的可能性确实是可行的。所需要的只是一系列不同的社会机制，导致全球崩溃的发生。然而，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会在哪里、何时或如何朝这个方向发展。但是我们强烈怀疑，目前看来它仍然有效，因为人类非常擅长抓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，并赋予他们保存的形象。这就是你今天所做的。你们很多人，你执着于一项并不真正适合你的活动，执着于一个并不真正让你快乐的地方，或者执着于一段并不完全像你想要的那样充满活力的关系。而且就像您一样，整个系统也会做同样的事情。它紧紧抓住一个到处漏水的经济齿轮，当需要根据你们的财富和多样性聚集、统一和分享时，它努力寻找种族敌人。他逐渐将自己锁定在一个由不属于你的智能所创造的虚拟世界中，因此他很高兴产生新的统治形式，通常是为了最贪婪的人的商业目的，或者是为了促进最懒惰的人的日常生活。但是与此同时，你们中有很多人们非常非常多，本着良心，手拉手，互相支持，一步一脚印地带来建设一个新建筑，为了更美好的世界。这是一个崇高的现实。来自盖亚融化的爱核心的光束从你的脚下出现，它在那里连接起来意识的高维度，这样就创建了一座桥梁，这样就可以呼吸新鲜空气。因此超越所有这些时间终结的迹象，一个新的时代在你们的这个星球上展开。盖亚比渺小人类的行动更加强大，比他们的算计和他们的抵抗更强。盖亚就在那里，在他们之前。而且地球母亲现在与天空相连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它都会改变世界的面貌。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将不再存在，那些让你不兴奋的东西最终会消失和转化，并回归虚无，回到它应有的位置。是的，这束天地天光就在那里，它产生新的震动，这样你就可以认识自己并毫无恐惧的前进，同时也可以在面对任何发生的事件时，在你内心建立一种平静。一切觉醒者齐聚一堂，敞开心扉，意识到你们今天是相互关联的，并在一起实现你们能做到的所有奇迹。但是为此，
你绝不能因恐惧而瘫痪。我们必须对那些坚持以幼稚的方式评判、批评、刺激你的人表现出辨别力，通过公告的影响，通过所谓的启示，通过让你关注旧世界的隐藏运作，而是朝着参与新世界出现的一切事物的震动。你必须集中注意力。什么时候你才能明白呢？不要因跟随假先知而浪费你的时间或耗尽你的频率和能量。他们很容易识别，认出他们很容易，他们把时间都花在诅咒、咒骂和谴责上。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，因为盖亚升空的这束爱与你内在呼吸的脉动涡轮遥相呼应，它支持着你个人之光的成长。现在它邀请你坚定地将你的思想、行动和言语引向仁慈的爱与智慧的场合。理清头绪，面对每一件事都要保持绝对的信心。如果存在解构，那么更新也同样存在。所以握住你们的手，你们所有人，纯洁的觉醒者。并且如果你愿意以恩典欢迎他们，并且如果你愿意以全部谦卑的方式请求你的心来引导你，那么震动一个新的新兴世界的真理，那里有大量的同步性，那里的迹象流动，那里有丰富的东西。我就在这里，在这条神圣的成道之路上，离你很近。继续保持你的耐心。来自扬声大师萨南达的祝福。I'm Sananda. 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